我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，一天没吃了。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？石月约我，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赔钱齐克飞行一个交代。 我现在去宠物医院见南桥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，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，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，你留给我，我要亲自跟他说。 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。 医生，哎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